虎扑11月25日讯 FIFA 年度最佳球员候选公布，莱万领衔。目前 FIFA 官方公布了本年度各项奖项的提名，其中包括最佳球员、最佳门将、最佳教练。具体提名如下：最佳球员候选名单，蒂亚戈、C 罗、德布劳内、莱万多夫斯基、马内、姆巴佩、梅西、内马尔、拉莫斯、萨拉赫、范戴克。最佳门将候选名单，阿里松、库尔图瓦、纳瓦斯、诺伊尔、奥普拉克、特尔施特根。最佳教练候选名单，贝尔萨、弗里克、克洛普、洛佩特吉、齐达内。最佳女足球员候选名单，露西·布隆泽、德尔菲娜·卡沙利莫、卡罗琳·汉森、佩尼莱·哈德尔、詹妮弗·赫莫索、池孝然、山姆·科尔、熊古沙西、德泽尼菲·马罗兹桑、米德玛、温迪·勒纳尔。